第35题，有一电路装置如附图所示 ，L1、L2、L3 为规格相同的灯泡，且可正常使用。假设导线、电池以及安培剂的电阻都可忽略不计。若安培剂 A1、A2、A3 所测得的读数分别为 I1、I2、I3，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这个电流从正极流过来，兵分两路，那么这一路就是所谓的 I1。那这一路就是所谓的 I3， 然后他们就流过来之后又汇合了，所以这边这个就是所谓的 I1 加上 I3， 就是我们这边所量到的 I2， 所以 I2 会等于 I1 加上 I3， 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I2 等于 I1 加上 I3。